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咱们做到手腕啊，手腕运动。因为咱们平时在家或者有些做好多活啊，或者一直在那电脑上打呀，还是打手机呀，是吧？这样这个手非常困，所以要把这个手腕要活动开。好，向后转。来做一下手指运动啊，把手撑开，哎，手指要用劲伸，用劲捏，用劲伸，用劲捏，好，用劲拉，可以加点速度啊。好，来腰部，一、二、三。老婆，你那边开灯。五、六、七、八、九、十，好，倒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提起左腿，左腿抬起来，弯脚。好，放下右腿。好。后边，好，再换一下腿，好，腿部放松。好，下蹲。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来，右手拍左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拍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
两手拍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一二三六七八九十，好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小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走。好，再把咱们学的陈氏是吧？陈氏十五式，咱们练习一下啊。要不，哦，咱们还是一致吧。好，咱们做一个，走，看看没有敬礼，礼毕。起势，二、三、四，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揽扎一，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六方四壁，一、二、三、四、五，单边，一、二、三、四。地方倒退，一、二、三、四、五、六，白鹅亮翅，一、二、三。四、五、六，放松，斜行，一、屈步大使，二、左、三、四、五，给你。来起来。
六，来放松，劳喜，一、二、三，上三步，一、二、三。四，连手拱起来，一、二、三、四，双推手，一、上步，二、三。倒卷龙，一、二、三、四、五、六、好，咱们下面。接着往下走啊，下面是云手，一上步，二三四，好，先停下啊，往下看。来，咱从这个倒卷红最后一步啊，云手，一上手走不动，二左手转上，右手转下，三带步，四再合。好，下面是当口号，一转身，两前握在中间，向前开步。好，用劲打，当口号打出去。好，先把这两个做掉，然后最后是金光脑对了啊。好，再来。云手。一、二、三、四，翻口号，一转身，好，下面是金光脑会。一，哎，这个都是重复动作了。收势，下飞，二，三，四，五，好，最后再做个敬礼。大家看啊，来，再来啊，云手，一，二，三。四，八口号，一，身体右转，然后我的腰间，四，开步，五，
一、二、三、四、五，收拾，一、二、三，换回两侧，四、五，收左步，六，敬礼。好，比例。好，再来一遍啊。元首，一、二、三、四，翻口号，一。三打金刚倒位，一、二、三、四、五，收拾，一、二、三、四。好，一会我对着大家再练一下啊。好，刚才是发声练了，现在我对着大家走啊，大家把这个拿好啊，元首，一。哎，看两个手，手不动。二、三、四、张手一、二、开口，三、打出去，看我让两个拳，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收拾。一，从下开。一、二，哎，随着气往下呼。三，放在两侧。四，站起来，五，收左步，好，最后是敬礼，礼毕，好，来，咱们再来一遍，来，到圆拱拉好，圆一手，一，上左步。二并步，三开左步，四再并步，当头炮，一、二、三打，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对，收拾，一、二、三，放在两侧，四，站起来，五、六。礼毕，好，来，咱们再来一遍啊！
今天这边的天气特别热。好，在这边啊。元首，一、二，并步，三、四，当头炮，一、二，拍左腹，三、拍金刚倒对，一。二、三、四、五、对，收势，一、二、三、四、五、六。好，我再转过身来，再坐下啊。刚才做的赵景红。好，元首，一。三、四、当头炮，一、二、三、出去，四、五、六、七。收势，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来，再来一遍啊。元首，一、二、三、四、三口号，一、二、三打，金刚倒立，一。三、四、五，收势，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咱再通启示，跟着我练一遍啊。敬礼，礼毕，启示，一。三、四、金刚倒退，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来加一、一、二、三、四、五、六、六方四地，一、二、三、四、五、单边，一、二、三、四、五、金刚好位，一、二、三、四、五、六、白鹅亮翅，一、二、三、四、五、六、结形，一、二、三、四、五、六、七、放松，老喜，一、二、三、上三步，一、二、三、四、上步交叉，眼手红拳，和打，双推手，一、二、推。倒解红，一、二、三、四、五、六、云手，一、二、三、四、单口号，一、二、三、打金刚老队，一、二、三、四、五、收拾，一、二、三、四、五，敬礼，一、二，好，好，今天咱们就练到这里啊，看看在下面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的，任医生请提问。可以请大师最后给我们连续打一遍吗？不要就间断，用正常的速度，我们欣赏一下，可以吗？我念给大家啊。嗯。
好，谢谢。其在香港驻军三。陈老师，你开一下你的麦，开一下你的麦。你最后那个当头炮两只手是对对对都出去以后的我看一下看不清楚啊啊啊这个左拳稍微歪一点右拳好像打在左拳是这样的对吧哎对拳打出去以后眼看着这个拳好，谢谢。哎，不客气。看看大家谁还有问题。这是陈老师的最后一节课，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时机。很珍惜。对，要抓紧时间提问。啊，那我再问一个吧。倒卷红，陈老师。倒卷红，他那个往后撤的时候，往后撤的时候，是不是头也要看一下，然后再这样走，然后你看退步的时候，哪个退步，哪个手和腿要从里往外，是吧？还要看着从里往外开。然后再和移动心有看到前面了啊、哦、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下面请这个 iPad 3提问。iPad 3请讲。你每次都关到那个麦，我们都不能够开来问老师，所以才举手啊。现在你才打开不了。请老师在打整套，刚才一直没有视频什么。哦，没有看到视频吗？啊，刚才没有，麻烦你打整套最后一次也好。刚才都没有这段。我刚才练的，大家没看到吗？没有啊，间断都关掉。那好，好，因为这个可能，因为有些一拍了一录了，肯定会影响这个。希望看了大家都不要乱，是吧？不要乱拍，一拍它这个会受点影响。好，没关系，再练一遍啊。好，稍微等一下啊。
这次都看到了吧？看到了。啊。好的，看看大家谁还有问题。好的，下面请企鹅提问。老师，老师，那能把这些，这个钱，就是这些步骤，都从第一个的一直写到最后一个吗？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按顺序写一下。对，名字这些步骤名字，就像第一个金刚岛这儿，然后第二。第一个金刚岛坐，第二个是懒斋，对，一会儿我把这个名称发到咱们那个群里边，好不好？好的。要是有个录像是更好的，录像就，从第一个到最后这一个有个录像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我发有15:15的那个视频，那上面也有名称的，你看一看。咱们就是有一个动作不一样，就是有一个动作不一样，就是。第一个是吧，他1604B单边，是吧？对。金刚，第一个金刚岛队，然后走这里是白鹅亮翅，就有一个动作不一样，其他男女都可以跟着走了，我没关系，我可以把这个名称发到是吧，发到群里边。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陈老师，我们这一块中心也有录像的。现在这个也正在录着呢。那行。正在录着太好了，那有录像太好了。对，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个动作不一样。好的。那个是市场。好的，谢谢老师。那个陈老师啊，你看看娱乐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陈老师你今天讲那个就是。搞那个太极，这个就是太极一个路线，那个我视频，视频对吧？对，对对，我你讲一下，你给大家讲一下，你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就是咱们是吧？咱们太极拳乡一个太极网站，就是专门管太极是吧？太极这个窗口，搞一个，还有就是咱们家族搞的一个网络视频赛。正好咱们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自己在家里是吧，录一段视频，一个太极拳。如果谁会器械剑也行，刀也行，是吧？不，这个太极拳呢，不超过5分钟，不要超过5分钟的视频。这个器械嘛，就是剑，不要超过3分钟。再一个就是这个视频是吧，视频赛就是太极拳一项是人民币100块钱，是人家网络上是吧，在这给你钱。这个时间不是太紧张啊，咱们大家都充足的准备余地啊。好的，谢谢你，谢谢。好。我没问题了。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真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缘，真是不容易。对呀、确实不容易。这个一个陈老师这边呢，陈老师这边是这样，就是以后有时间呢，看陈老师不忙的时候呢，也会上来给大家表演呢，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面，再一个呢，我前面讲过了，开始讲过了，就是说，回头呢，这个陈老师看看我们能不能，就是搞个大家如果有这种学习继续学习的这个愿望，大家呢就是说，
也是普及这个这个太极嘛，在加拿大普及太极，这个太极运动，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如果说这就是疫情这个还解决不了了，还因为这个事我们来回很难的这种情况下来，我们就做看看。秦大师这边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根据大家要求，我们就是做网课呀，这个看看以后这个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我前面讲的国内有朋友，国内有朋友这个不是有家人啊需要去陈家沟学习，都可以去去到陈大师那边，他那边都全管嘛，吃住在那边都没问题，一个月两个月30天20天都没问题的。这个都这都现在这个都可以做，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就是这也是有幸吧，大家都认识这个，这个认识陈大师，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机缘。好，谢谢雷总，也谢谢大家，因为不光我是太极，我是太极的是吧传承者，大家呢也是这个众人在家啊也是传承者。要练好，练好以后你才能去更好的传播咱们的太极文化，中国文化啊。好，这个温的在举手，温的你有问题吗？没有什么大问题，陈大师非常高兴来你的课，我想跟你学双剑。行啊，可不可以开网课，开个双剑课？开个双剑课吧。行，你看看，对，好，那个、你看看这个双剑有几个人呀、咱们是可以。我说陈老师，陈老师，我跟你说是这样，这个温蒂的黄老师啊，他是在那个啥，他是在三德贝，在多伦多那边，他这个那边呢，就是说有不少他那边呢有不少人，他在中心现在也教大家的那个单教这个交谊舞，这个他那边呢有很多老外，他那基本上学员都是老外，跟他都是学着的，而且呢在加拿大，我也跟你不止一次讲过，加拿大这个。就是说西人呐、这些老外他们对太极确实也就是说对太极也很崇尚崇拜，对吧，甚至有些比我们中国人还是要那个，他们学习的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他们有时候他们呢都从什么这个东南亚那边菲律宾呐、又是越南呐、那边那些还在教他们什么太也像不像太极的，就那样，反正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些太极。他们都在练那些，是吧？所以说我说这个实际上是老外对这块的也是这个学习热情也很高，是这样。好，没问题啊，只要大家想学习太极拳太极剑，我尽量是吧抽时间把这个时间是吧凑合一下让大家是吧开这个课啊。好，谢谢。其他人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课程就到这儿了。多谢这个陈老师的指导。好。另外的话，李主席的话，我们大家。我知道了。都这样。稍等一下啊，我。